鼎新味家三年前，他们花了巨资来整修祖厝陈美堂。魏应交、魏应冲兄弟分别在101年5月到9月间收购了珍贵的树种，前后花费1440万元，买进了72棵台湾油杉。但是台湾油杉是属于文化资产保存法当中规范的自然纪念物，禁止采摘和挖掘。彰化地方法院今天宣判，魏应冲拘役50天，魏应交拘役90天，得一颗罚金，缓刑2年。